每一年咧，國際政壇上面都有唔少新面孔嘅，今年當然都唔例外。咁可以見到咧，我哋巾帼不讓騷眉，今年仲有兩位美女都佔據咗國際傳媒唔少篇幅嘅。咁就係佢哋兩個啦。究竟仲有幾多查普曼呢一類美女間諜滲透喺各地咧？昂山素姬又可唔可以為緬甸帶嚟民主曙光咧？國際社會都好關注。被緬甸軍政府長期軟禁的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重獲自由。這位緬甸民主女神過去21年有15年在軟禁中度過，和家人以及支持者長期分隔。雖然已經65歲，但面上除了多了皺紋外，堅毅不屈的精神一點都沒有減退。昂山素姬無懼再失去自由，公開號召在緬甸發動非暴力革命，呼籲人民不要放棄追尋民主的理想和勇氣，會繼續努力爭取一直深信的人權和法治。今次獲悉終於見得翻十年冇見牽腸掛肚的細仔金亞里斯，歡喜之情表露無遺。雖然昂山素姬追求民主的夢想在緬甸國內以至國際間都得到廣泛支持，但外界相信軍政府釋放昂山素姬只是想淡化緬甸民眾和國際社會的不滿情緒，企圖為新政府爭取公信力。軍政府在11月舉行所謂的民主選舉，但就設下種種不公平規條，包括預留國會議席給軍方，令親軍政府的政黨牢牢掌握國會控制權。軍政府相信就算釋放昂山素姬都難以動搖執政權，更加可以借助昂山素姬的力量游說西方國家放寬甚至撤銷對緬甸的經濟制裁。但毫無疑問，軍政府不會放鬆對昂山素姬的監視，一有什麼風吹草動感到昂山素姬的勢力蔓延，不排除隨時再軟禁他。 A lot of people introduced me to someone else. 28歲的查普曼活躍美國社交界，長袖善舞，但沒有人估到他竟然是一名潛伏多年的美女間諜。上世紀冷戰大國領導人，這場漢堡包外交，一包薯條涼粉粉，令到外界以為美俄關係更進一步，事實背後潛藏暗湧。4日之後，美國公佈拉了11個俄羅斯間諜，指他們秘密收集情報，試圖深入華府的決策圈，長達20年。被捕的包括查普曼，他擁有經濟學碩士學位，精通多國語言，可謂美貌與智慧並重。聯邦調查局指查普曼2004年離開俄羅斯，到過多個地方做生意，後來嫁了一個英國人，移居紐約，成為社交名人。他利用關係取得機密情報，透過手提電腦、密碼等方法交給俄羅斯情報官員。查普曼的密友更加向傳媒透露，有一段時間查普曼經常流連倫敦幾間夜店，找機會接近威廉和哈利王子。克里姆林宮指美國高調拉間諜是倒退回去冷戰時期。Understand that back home the police are getting out of the way of putting people in prison. 但唔够两星期，美俄就决定以交换间谍嘅方法摆平事件。除咗一个弃保潜逃，美国将10个间谍递界出境，换取俄罗斯特赦4个在囚嘅西方间谍。呢四个人级数都比美国拉嘅人高好多。包括1999年涉嫌替美國做間諜、被判監15年的俄羅斯核武專家蘇佳金，另外3個是前蘇聯國家安全局高官。分析指美俄兩國選擇速戰速決，是擔心司法程序會將間諜案的細節越揭越多，影響到雙邊關係。俄羅斯對西方國家的諜戰從來沒有因為冷戰結束而終結。
临近年尾，呢位嚟自俄罗斯25岁嘅扎图利韦泰尔被英国当局拘捕。指佢以英国议员助理嘅身份，暗中帮俄罗斯情报部门窃取英国国防情报，系冷战之后第一次发现有俄国间谍渗入英国国会。英国传媒指请佢嘅议员汉考克立场亲俄又好色，中晒俄罗斯情报部门嘅美人计。民望低迷的白高敦被过工党内多次逼供，挨到五月大选，终于无力带领工党延续13年政权，一啲都不意外。意外的是今届大选破天荒引入美式的候选人电视辩论。I think it's just partly what's been going wrong for so long. 辩才滔滔的自由民主党党魁克莱格突然弹出。自由民主党的支持率急升，和工党以及保守党三强鼎立，打破英国两党轮替的局面。无政党取得过半数议席，英国出现36年来第一个原始国会。克莱格就成为造王者，保守党和工党都积极拉拢。克莱格当然不会放过这个争取政治本钱的机会，左右逢源。拖拉了5日，卡梅伦最终答应改革选举制度，换取和自由民主党合作。We have a shared agenda and a shared resolve to tackle the challenges our country faces. 卡梅伦以43岁之龄成为唐宁街10号的新主人，是近200年来最年轻的英国首相。克莱格就做副首相。聯合政府在歐洲政壇不是新鮮事，但在英國和澳洲就是二次大戰之後第一次。澳洲前總理洛克文6月被副手吉拉德閃電逼供，黯然落台。I was elected by the Australian people as Prime Minister of this country to bring back a fair go for all Australians, and I have given my absolute best to do that.50岁的吉拉德4年前和洛克文联手逼走前党魁比兹利，如今反咬洛克文一口。但这位澳洲首位女总理最终未能够带领工党在大选大胜，需要拉拢2名独立议员组成联合政府，是澳洲67年来第一次。被吉拉德拉落台的洛克文获任命外交部长，两人又再并肩作战。在政坛上，是敌是友果然变幻莫测。日本首相换人之频密同样难测。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无法兑现竞选承诺，将美军基地搬出冲绳，加上他的秘书同党内元老小泽一郎卷入政治献金丑闻，鸠山无奈落台。In my hotel.In Jeju, there was a brown-eared bulbul that appeared. This bulbul was actually the same bird that I would see at home. Because the two birds appeared there, I thought to myself, it was almost as if the bulbul bird was calling to me, telling me that it was time for me to come home. Kan Naoto さんが当選したことをご報告いたします。加籍人临危受命，下上台冇耐，又要面对野心不息的小泽一郎挑战。首相之位差啲3年嚟6度换人。睇亲大事回顾，好似大部分都是啲唔开心的新闻。嗱，都唔系嘅，英国年尾就传嚟咗喜讯啦。威廉王子同拍拖8年的女朋友海蒂，终于决定拉埋天窗。婚禮會在明年4月29日在西敏寺大教堂舉行，肯定會成為明年的矚目盛事。講起好消息，就不可以不提智利礦難了。33個礦工被困700米的地底，初頭諗住空多吉少的，但他們憑著驚人的意志加上救援隊伍的努力，最後全部都奇蹟獲救，創下被困69日生還的世界紀錄。當日全球多個地方都直播他們重建天日的情況，真是很振奮人心的。這一幕令到我們相信希望在人間。